在迄间服装店拍两折，真正是一个好消息，我赶紧分享给我的姐妹。哎，服装店拍折算什么好消息？头前迄间餐厅真有名，今仔日一路拍五折，赶紧通知到店呢。最近特别好的消息咯，这个，应该无吧？太悲哀啊！无歹消息就是好消息吧？我结婚啦，有算无？有啊，就是我即马这个工课是上帝给我的。红鹅的头毛真好看。上好的消息就是会当顿厝食团圆饭。好消息就是等下要出去食饭，食饭了后要去饮酒。我要做阿哥啊，对。我阿公之前，就是迄落，就是去检查嘛，尾仔发现身躯迄粒瘤是良性的。我感觉这就是我，收到上好的一个消息。特别好的消息，那就是你啊，对不？咱只有好消息，就想要甲厝的人、朋友分享，这是人的感情。其实耶稣也是一件好消息，但是有很多人不敢跟人分享。我以前也有这种问题，可能是感觉别人不喜欢听，所以不喜欢分享。在我真正认识耶稣之前，就时常遇到传福音的人。有一些人在路边发宣传单，有一些人是在公车的顶面，有一挂人甚至是来你厝里弄门，老实讲，迄个时我真惊这个人。看到因就亲像看到推销员相款，而且时常问一挂甲死亡这种可怕的问题。一般我会拍一个手势，甲因讲我咧赶时间，也是调过伊，无去应门，假做无人知咧。我感觉这个信仰真个人的代志，为什么叫别人来信你所信的咧？但是我现在自己算成做传福音的人，为什么？大圣，咱传福音是因为耶稣爱咱安尼做。耶稣讲，恁去，予万百姓来成做我的学生，佮伊讲，恁爱为我做见证，对遮直到地极。第二，咱传福音是因为世间人的需要。因为无熟悉上帝，毋知影活命的意义甲愿望，咱去甲世间人讲，耶稣会当予咱平安甲喜乐，予因会当重新甲活命的创造主连结，得到伊的赦免，得到新的活命。这个是一件真赞的代志。这个亲像你伫沙漠内底发现着水。你应该袂只有顾着家己，啉饱就有够了。你已经会甲别人讲，恁看，我找着水啊！信耶稣就是安尼，咱大声宣告，咱已经找着耶稣啊！所讲福音，意思就是好消息。咱既然听到好消息，咱就应该甲伊传出去，互更加侪人听到。当咱的人生经历到美好的代志的时阵，咱拢会忍不住的要甲别人讲。我甲主人结婚的第八年，阮还阁无生囡仔。主人伊。比我较想要生囡仔，
是，无伊那我真失望。真侪朋友拢真关心阮，基督徒的朋友更加是为阮祈祷。就安尼，阮等足侪冬的，阮拢无阁抱着啥物款的期待。但是，就是迄个时阵，忽然间，主灵有心啊！伫我知影家己有心的迄一刻，我根本都唔敢相信，因为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阮头一个念头，就是通知阮厝内的人，啊，佮阮的朋友。阮第一个通知的，就是迄个师兄为阮祈祷的兄弟姊妹。了后，佮敲长途的电话，互我厝里的人，互伊厝里的人，大家拢非常的欢喜。而且消息传了非常紧，在很短的时间内面，差不多每一个关心阮的亲戚朋友，拢知影一个好消息。九个月过去啊，阮伫三班的迄一日，上帝真趣味，予阮等九点真久，经过真长的等待，囡仔才出世。这对主人来讲，确实是一摆艰难生产的过程，但是总算第一天下晡五点。囡仔出世啊，是一个查甫的，才三点，三点四公斤。对，三点四公斤。伫我有机会抱着伊的时阵，我紧叫我的爸爸来，甲我翕相，我要将这张相片传出去。对，伊非常非常的欢喜，就想要甲全世界讲，伊做老爸啊。传福音其实就是安尼，你想，恁一个关系我家己甲厝里的人的好代志，拢遮尔啊，互人欢喜，更加何况关系到全人类的好消息。不过，甲人分享好消息嘛爱注意方式，因为咱感觉好的物件，别人无一定感觉好，所以咱需要互因看到家己的需要。但是有时阵，伤冲动会予人感觉袂爽快，甚至得失人。真侪当前，我有一个朋友相信接受耶稣，伊确实着传福音要做一件代志，是爱予对方知影伊需要耶稣。过了无偌久，伫一个舞会顶面，伊看到一个查某囡仔伫跳舞，伊对家己讲：“欸，这是一个传福音真好个机会。”就安尼，伊就行往伊开嘴对查某囡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看起来足嗨的，你真正足需要耶稣。”那是你安尼传福音，你会踢到铁棒。不过最后，这个查某囡仔几冬了后也是认捌上帝，但是毋是通过我的朋友，是通过其他的人。上过奇妙的是，最后佫嫁予我的朋友。两个人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传福音，另外一种真正看到的状况，会惊，唔敢甲人分享信仰，连耶稣的名都唔敢讲。我开真久的时间来探讨，找找上适当的方式，甲人分享我的信仰。对，真好看，安怎介绍拢会使。上好是我的朋友，因为亲分人讲的，我可能就无啥会相信。任何方式我拢袂拒绝，因为新的知识、新的物件，我拢真有兴趣去了解。但是袂使强逼我相信。过来，你上好是以一个客户的形式来对我讲，对。先会当甲我建立关系，然后再慢慢仔甲信用介绍给我。我感觉卖强逼都会使。对的方式甲我讲，我可能较会当接受。讲故事吧，甲我讲故事，我可能会较介意听。用电影的方式吧，可能较好接受一寡。感情啊，还是讲感情的接受，还是特别理性的，伊甚至会当甲大家方面遮的道理讲甲非常的清楚，我会当配合，安尼我可能选择相信伊。老弟啊，你是抵挡了后多久相信耶稣的？我是抵挡了的第二年，
在2009年五月二八相信耶稣的。地震发生了后，有一群对加拿大过来的移工，因热心的参加灾后重建。第二年，因自助我去加拿大安装架卡，伫遐因对我传福音，我感受到因的爱，也感受到耶稣的疼，所以我无丢丢的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是啊。在咱甲上帝建立关系了后，会自然想要甲别人分享耶稣的美好。阮的动机是爱，对上帝的爱，甲对别人的爱。后生是阮的一切，不过阮为着要拍拼事业，伫咧后生三岁的时阵，就甲送去寄读学校，为着补偿对伊的亏欠，伊爱踢脚球。阮就开几落百万，甲伊起一个脚球场地，搁请教练甲队员组织球队。伊伫伊来，阮想讲，予伊个拢是上好个，但是阮却深深伤害着伊。伊十几岁时阵，就离开阮，家己一个人生活，嘛毋予阮知影伊个住址。我感觉即几年，除了予我物质上个满少都是钱，讲较白就是钱。我感受袂到因对我的关爱甲陪伴。但是，伫我相信耶稣了后，我认为疼爱毋那是物质上的提供，是爱甲爱的源头。上帝分享予伊，足三年的时间，我拢无停为伊祈祷，用电话甲信息来甲伊分享耶稣的疼。我回来啊，真奇妙，好亲像上帝压落听我的祈祷，伊竟然主动回来啊，而且是无要走啊。其实老实讲，我真正唔知影为虾米做这个决定选择回来，但是我内心真正有一个答案，我要回来。大家好，然后回来厝的，一天是拜三，拄好是因客家小组在聚会。然后我慢慢啊，愿意去，愿意去接受这款物件。我感觉，就算我这么反感，不如去了解，我不如去试看卖。我就做我人生中第一摆祈祷，也就是第一天，我的心门对耶稣打开啊。即马后生甲阮做伙带领客家小组，我真感恩上帝，给阮一家伙会当重新修复关系的机会。上帝真正是会做奇妙的代志。就像现在，我看上帝是如何改变我们一家伙，也是感觉不可思议。有一种传福音的方式，既自然又未冲动，那就是用活命活出真理。耶稣说，你是地上的盐，你是世间的光，你的光就照在人的面前，让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，来荣光你的天父。耶稣说，你是盐，是光，盐是调味的材料，在古早，盐也是一种防腐剂，用盐腌过，肉就不变质。真多基督徒，咱有责任防止世界变质。耶稣说，你是光，基督徒的好行为那亲像电火，通过好款待送向有需要的人，能够照光这个世界。耶稣毋忙咱发挥家己的影响力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咱就爱立世，毋是出世。咱会当伫家庭、朋友中间、职场、甲社区有好的行为，甲做好事，咱活出来的生命是传福音上有说服力的方法。我的个性是比较避俗的，自细汉一直拢是毋是特别爱讲话，嘛毋是特别知影讲要安怎甲人交流。我拄仔毕业的时阵，开始是伫咧那啥做工课，这个工课是家己会当做一挂科学研究。伫咧迄个时阵，我嘛感觉讲这个工课比较着较适合我，因为毋免甲人交陪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真正感觉足有兴趣的，感觉超出这个世界真奇妙，非常的有意思。不过做几年了，我发现研究工课就是伫咧写文章，
迄时阵我就感觉发表这文章，过几年了后，就无予社会有啥物真好个贡献。伫个即内底，我嘛无找到伊真正个价值。迄时阵就感觉心内有足大个空虚，而且确实是非常个茫然，就毋知影头前个路应该伫个倒位。就伫个迄个时阵，我伫个校园团去。大领的姊妹，伊借我一本书，这本书是戴德生的传记。我印象特别深，戴德生是伊家己安怎入捌主，尾仔讲到伊是安怎一个人去中国成立来地会，伫逐个所在来，安怎去传福音，佮帮助足侪人。伫内面读到的，真正就是完全的爱，对。非常红极烈。我一直想要走出的，其实就是安尼过这款的日子，会当去帮助真侪人熟悉主，就是非常的有价值。我是从四年开始伫麻省理工学院做代志，甲我平常做伙做研究的同学，有时阵是同事，若是有适合的机会，我就会甲因传福音。我叫苦静，现在是在这边做老师。拄啊开始的时阵，确实是有时阵会有需要，提出勇气，甲这个好消息，甲身躯边的人讲，安尼才会当。合作的名得到应邀，我感觉最有意义的其实是到底来熟悉这位上帝，到底来发现真理，发现什么是真实的，然后做伙找为什么咱伫个这个世间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当做祈祷到了后，咱的做事为人甲讲话真重要。亲戚朋友会看到咱生命的改变，就知影是上帝改变咱的。祈祷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门道。咱的做事为人爱有好的见证。伫某一个阶段，亲戚朋友可能会好奇咱生命的改变，会来问咱关于信仰的问题，咱要安怎回答呢？速度必得讲，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，就爱不时准备好势。通对因辨明，保罗讲，咱应该试看卖去考劝人，因为耶稣所带来的消息是遐尼好。初代基督徒就是用劝劝的方式，甲别人讲相信的理由。劝导甲施压这两种是无同的。伫压力下面，有一挂人真可能会应付配合你，但是劝导所带来的效果就完全无同啊。迄个，我敢袂当甲恁行一半。加油！伫咧真心解答的同时，咱嘛爱真少听别人讲的话，爱换位思考对方的立场，而且爱尊重伊的意见甲价值观。华丽啊，将军啊，再紧就将军死啊！厉害厉害！弘扬信仰的核心，在伫宣告耶稣所带来的好消息。也就是把耶稣介绍给别人，这就是启发课程的目的。传福音的方法有真多，咱会当伫新约内底看到其中几个方式。有一种方式真简单，就是恁来看。耶稣捌安尼讲过，伊讲恁来看，这句话意思就是予人亲身来见证福音的美好。门徒跟到耶稣了后，也邀请因的同伴来看。你今日来到这，真可能是你的朋友、厝里的人，也是同事，捌甲你讲过。你来看，发出邀请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做的。咱无法度改变人的心，只有上帝会当。所以伫咧传福音的时阵，祈祷是绝对袂当减的。很多人在刚信主的时候就会发现，其实身躯边一直有人在为他们祈祷。所以你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为亲人、朋友、同事祈祷，并且要坚持不断，
坚持相信上帝，一定会在因的生命中打工。我自细汉的愿望，就是想要做一个医生。严哥我，安怎嘛想袂到，我后来唔呐正做一个救人身体的人，而且嘛正做一个解救人灵魂的人。我大概来到这个梦，我就会探望这三个梦牌。这三个人会当讲是改变我生命的三个人。第一个梦牌是。我自细汉生到大的这位朋友的梦牌，当时我拄啊信主无偌久，我就是要邀请到咱的查经小组来，而且给伊传福音。结果伊讲，伊过两天就要出差，但是想袂到伊竟然一去不回，伫山顶意外滑落，当场就过身啊！当时的一个痛苦。是真歹用来表达啊！我家己认为，咱的时间、咱的性命，拢掌握伫咱的手底。我无想到讲，其实咱无任何一个人有把握会当活到明仔载。我第一个梦牌是，像一个外国朋友的，有一天暗时，我躺伫病院内面伫。急诊班，这位美国人就带着伊一个细汉查某囝，因为跌倒弄一个真大的伤口，我当时就为伊做一个清创缝合的手术。第四年了后，我有机会去这个美国人的厝内，伊的太太甲我讲，伫个迄间暗时，我还阁为你甲你厝的人伫个救援祈祷。我安怎嘛想袂到，伫个我接受耶稣进前，就已经有人为咱的救恩祈祷。我实在是感觉我的信主毋是一个巧合，应该是上帝有按落去听因的祈祷。第三个梦牌是我伫个病院的一位好朋友甲同事的梦牌。我知影伊得到肺癌的危机，但是有一天，我突然间有一个感动，就是今仔日要去看伊。塞开病房门的时阵，予我感觉真着惊，伊一家伙啊拢伫个遐。我一听半点钟进前，我这位朋友对一间个昏迷中才醒过来，所以我就行去个面前边，甲伊讲。你是不是今仔日愿意接受耶稣，成做你生命的主？伊真爽快回答，伊讲我愿意。我走了后，伊就又搁进入昏迷，一直无搁醒过来。所以，我每一届来到这个梦园，我都敢若听到伊伫个催逼我。或者是伫个鼓励我，爱为搁较济人去传福音，为搁较济人的救恩来祈祷。传福音上有效的方式之一，就是分享你亲身的经历。使徒保罗就是安尼做的，伊一摆一摆提起家己的经历，讲我原先是安尼的，后来拄到耶稣，即马我是安尼的。圣经内面记载，有一个痴迷被耶稣医治了后，有真侪人好奇围观，其中就有人问这位痴迷者，想要掠伊鬼中的空棒。痴迷者唔知要安怎回答伊的问题，但是伊讲，有一件代志我是知影，我以前是痴迷，即马我会当看到，这是上歹反驳的论点。别人会当质疑基督教的教义，但是因无多质疑你亲身的经历，你的经历就叫做见证。在咱传福音的时阵，会有上帝的大能甲咱同在。新约圣经中，使徒保罗写讲，因为咱传福音去甲恁遐，毋是只有用言语，嘛靠大能力甲圣神，以及对福音有完全的肯定。传福音的时阵，咱可能会拄到各种的阻挡，
也可能因为信用受到因的踢球，咱可能会感觉到失望，感觉到失败，也会感觉别人一点也都无兴趣。初期的基督徒为着信用付出性命的代价，所以因基督求上帝予因刚强壮大。阮伫遮鼓励你，唔通放弃，爱继续迫切基督，因为咱唔知影未来每一个人会经历啥物，福音的真谛也是压落去啊。只要咱五人分享耶稣，就会有效果，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。若是咱已经经历到耶稣的美好，就把这个好消息甲别人分享吧。无虾米代志比拄着耶稣，搁较会当彻底改变咱的性命。若是咱帮助亲戚朋友找着信用，咱嘛会非常的喜乐，因为咱的性命会变甲搁较有意义。耶稣安尼吩咐咱，所以恁就去招，慢慢来做我的门徒，恁愿意去无？感谢耶稣，感谢主耶稣，亲爱的兄弟朋友，感谢主耶稣。保罗拿掉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讲，伊讲我确信，我确信福音是真理，福音就是上帝赐予咱人的真理。耶稣嘛有讲，我是真理。我是道路，我是活命。耶稣说我是真理，因为耶稣是真理，上帝的羊也是活在真理里面，对不对？咱人既然相信了耶稣，咱人就不因为上帝的福音流开，咱就爱因为上帝赐予咱人恩典满满，咱头先嘛都唱这条歌，耶和华祝福满满，对无？啊，咱不常时也是唱这条歌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对无？啊，咱嘛是有唱这条歌，对无？我靠耶和华的人是真正有福气。既然是安尼款，兄弟姊妹，今年。咱的主题就是 Run to win， Run to win。 咱这个幻灯片放这个 Run to win 好不好？为赢来走。哇，咱要走什么呢？咱要穿运动鞋啊，运动鞋。我看这里有很多人穿运动鞋，当今啊 OK， 直奔标杆，什么意思呢？咱就爱走。你看迄个人穿的是运动鞋，你看你看，哇，真侪人穿运动鞋吼。当今皮鞋无流行了吼，是运动鞋吼。既然是安尼款呢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咱人一个选手，就是选手啊，一个选手呢，就爱走的时阵呢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要走哈，走到吼无目标，无好对无？达个人吼走嘛是为着爱得到金盘、金盘、金杯、金标、金什么嘞？金棒，讲种金就对啦吼，对无？爱得到金，想爱得到银，哎呀，买啦，银较无好。啊，糖骨个买啦吼 ，bronze 啊吼，咱叫糖，咱叫什么？福建叫什么？糖吼，糖。哎呀，想爱当，无变个爱啦吼！但系人走是爱得着什么咧？金，所以咧，咱人走嘛就爱得着咧灵魂。耶稣讲，你卖讲个亲像四个月了，哇，兄弟姊妹，现在咧是收割的时候，现在是传福音的时候，我真感恩，咋地？我去探访一个老人家，这个老人家拿掉圣诞节接受耶稣，
伊爱牧师教伊安怎祈祷。恁会晓祈祷未？未晓祈祷真贵。耶稣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贵无？耶稣救我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耶稣帮助我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会晓未？啊，我教伊安尼款祈祷，伊要学祈祷。我相信呢，拿掉菜市，拿掉水地咯，拿掉不落，有真侪人过来等那人去。该讲上帝的福音，我相信那你厝内的兄弟姊妹，你的孙啊，你的阿婶、阿哥、阿姐、阿姆、阿嫂，够真侪，真需要听到上帝的真理，所以咱人就爱为咱的上帝的真理来维护，来去传福音。阿门无？咱人传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个真个爱上帝。我今日唔爱问你人，你人想愿意甲牧师做阵来传福音的祈求，祈求祈乖乖啦。好，我看到相关你传福音没？爱跟人讲耶稣是真的，耶稣是好的，哈！来信耶稣真好的，哎，赶紧祈求，喂，祈求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啊，怎有诶无祈求咧？哇，爱祈求。那人传福音是人的功课，但是救灵魂是圣灵的功课。阿门。但是人爱做人家己本身的功课。我看到安尼做，只手起来。我现在爱求主来赐灵力、赐恩典，予恁去传福音。来，跟我做阵来祈祷，阿头来祈祷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你，耶稣。主耶稣，我看到遐尼侪兄弟姊妹愿意会拿掉2024年，向着时间来奔跑，因人愿意会。2024年，主耶稣来找主啊！你予因人的空气，主啊！因人卖过拿掉因的岗位来底，你截掉迄刀，无讲你的福音，无传福音。主啊，今日主啊，我求你赐予因人力量。赐予伊人口才，赐予伊人主啊热的心，主啊，会当甲人分享福音。因为时间无多了，日时太啊日头爱落山了，米时到的时阵，人有机会搁再讲福音。我人活着的一日，别人活着的一日，就是传福音的好的机会。所以班长，我兄弟姊妹有这个机会，班长，我兄弟姊妹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口才，有这个文歌来传福音，祝福阮福建堂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和阮一人带一人，教会坐满人。感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感谢你人的回应。现在呢，我要求你人站起来。站起来，敬拜团有唱一个回应歌，之后有无？无，无唱回应歌，牧师来为你人做这个祝福。阿门。愿耶和华赐福予恁，愿主耶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甲恁众人同在。阿门，阿门。主祝福恁人。祝福好你人。即阵咱加淡薄时间来做这个小组分享，好不？咱就是分小组啦哈，一道一组，一道哈几个人一组，一道一组哈，咱要来分分享啦，分享咱会我们的看法哈，那个经历两个问题啊，就是咱要来想看，那是咱今仔日
对耶稣一无所知啊，唔知耶稣到底是谁啊？咱要希望人别人安怎又甲咱介绍耶稣呢 ？OK， 会使啊，甲啊彼此来分享这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啊，你有甲你亲戚朋友讲你有来教会无？哈、啊，有来啊？有来这个参加这个教会的课程啊，伫个教会啊，咱得到啊，什么款的帮助哈，什么款的福分？你有甲你的朋友啊，你的家人分享无？伊人有什么反应咧？伊人啊，确实啊，伊人的反应。咱要安怎来安怎来回应？安怎来来祈祷？哈啊，咱即阵会使来分享这两个问题 ，OK？ 啊，过后咱就会使散会啦，吼，咱的聚会就到这，会使发散会。今仔日啊，咱无。无订这个午餐啊，所以大家会当自由的决定，会使出决定出去外口食啦吼。啊，咱无准备今仔日的便当，所以今仔日咱会使哈自由的甲你的朋友啦吼决定的出去外口食 ，OK？